在拜伯里用过午餐。离开阿灵顿排屋后，在前往巴斯的途中，我们看到远处山坡处有着英国著名的白马图。啥是白马图？哼，英国的白马站在山丘上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的白马可是会过三关也。其实英国境内这几个白马图都是人为的，约为300年前制作的，靠的是独特的白垩地质。由于白垩土是做粉笔的原料，所以只要把白垩土上的草刮掉，从远处看就会成为白色的图。而之所以会不可思议，是因为每个白马图都还蛮大的，但人要怎么站在山丘上制作出那么大的图，而且还要制作马的形状，又为什么要辛苦弄了这些白马图，实在是值得你自己去探讨的了。 This is a book. 学过英文的人都知道 Bath 这个词的意思是洗澡。不过在英国，如果某个人说周末要去巴斯，可千万别以为他在谈论洗澡，而应该祝他旅途快乐。原来巴斯是英国著名的旅游古城。巴斯坐落在伦敦以西160公里的地方，哪里以古罗马时代的大浴室而闻名。正因为古罗马人在英国洗澡的地方叫巴斯，以后的英国人也就把洗澡一律称为巴斯了。至于巴斯这个位于西方的古老城镇，保留了西元一世纪时罗马人留下的矿泉浴池，因传说有一王子因患麻风病被放逐至此，看到猪在热泥中打滚治病，施法尝试后居然将病治好，后来兴建此城，成为流行温泉度假胜地。现今巴斯建筑物多为西元18、19世纪所建，唯一存留的罗马遗迹位于地面下6公尺。整个浴场包含地下室及屋顶，共有3层可以逛，围绕着中间方形的浴池，而两侧还都有规划桑拿区、室内汤池等设施。看来看去，只能说当时的人们太享受了。看来罗马人早在2000年前就知道泡温泉对于身体有帮助，到处寻找汤泉，感觉他们和日本人一样很爱泡汤捏。浴场中除了呈现当时的模样，目前水道中还是都有温泉水涌出，只是不能下去泡汤。室内的空间展示了许多雕刻、装饰等文物，可以细细品味，让后人循着蛛丝马迹可以试着想象他当时金碧辉煌的画面。巴斯圣彼得、圣保罗修道院教堂，通称为巴斯修道院，就在罗马浴场入口处旁，是一座英国圣公会本堂区教堂，历史上也曾是本笃会修道院，是英国西部最大的垂直哥德式建筑，高耸的天际线相当漂亮。不过我们因为排队进浴场参观，出了浴场后修道院已经关闭，不能进去参观，只好在外面拍拍照过过瘾。